各位南投乡亲，大家好，我是心心怡，欢迎收看今仔日八月七日礼拜一的南投新闻。溪底乡鹿瓜社区是乡内制作红茶发源地，社区发展协会连续三年举办红茶文化节活动，为了传承在地红茶文化，社区恢复传统祭神仪式，邀请长老以及来宾参加活动当中，除了有精彩歌舞、川剧变脸以及魔术表演、娱乐大家以外，现场也有过关游戏以及农田产单位行销在地红茶产业。溪底乡鹿沟社区连续三年举办红茶文化节，在社区启诺的带领下，以感恩的心向神明献上茶青、茶汤。祈求红茶产业兴旺发展，永续经营。办这个茶祭活动吼，我已经传承第三年啊，第三年。我今年最主要是个庄严化吼，格式化，所有的茶祭的活动拢叫了叫宝来，因为我这有根据依在一挂史料吼，我即摆请两个文史工作者，好文史工作者来搞我们设计这个茶祭的活动，所以讲今日这个茶祭活动吼，嘛是办了真成功。啊，真侪人客嘛是拢有捧场啦。为着营销在地红茶产业，主办单位安排农特产品单位，以由一个红茶嘉宾甲大家来分享。社区理事长特别介绍捧茶行的由来。很纯，很浓郁，很纯，不苦不涩。它颜色很鲜艳，红润，然后味道很香甜，干爽。这边的红茶真的是非常的好。咱家以前茶出出入入足多的，产量可能是咱台湾上悬的。咱家咱以前人讲叫小西门町有无？你看阮这小社区，以前是足闹热的，人数是足多的。因为以前拢靠红茶的生活，拢靠红茶的生活。所以讲，为什么讲阮这个地名叫香茶巷，就是因为这个由来。透过活动的举办，传承在地红茶文化。县府农业处长陈水庆嘛表示，未来会协助地方将红茶行销到全国，啊，搁有国际。讲起来，这算是阿萨姆红茶花园的一个故乡啊。当然，这几年我们也特别感谢溪底乡乡长阿伦乡长哈，甲咱农会，我们的产业不仅只是在地咱用地产地销的方式，甚至在讲对外哦爱来去行，爱去行销，甚至哈，这不是刚刚过来哦，因长江哈往国外往日本。来对我们这个红茶来做进一步的一个行销跟推广。活动当中除了穿插精彩的歌舞、川剧变脸，还有魔术的表演来娱乐大家以外，活动现场也有闯关游戏，还有老相片等。整个活动是精彩丰富又热闹。记者黄龙坤采访报道。